的那个已经有个冰淇淋是巧克力的，刚刚草莓的一个草莓的影片不见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直接来吃。会一直感觉很黏的感觉，它就是可以，它就是吃起来就是很顺口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吃饼，这个上面的巧克力，巧克力。这个好像是巧，感觉像是。它这个巧克力吃起来脆脆的，然后增加这个冰淇淋的口感。